太极大吉！太极大吉！正常一点的化妆凳坐在这儿，让他留在这儿。这细节的东西，现在这个没有。这是剧组的道具餐，这是一份标准的演员餐，荤素搭配，非常有营养。120多吗？126吧。身高大不多。185多点。185，1.5。我这两个。我觉得我打哪个？把这个点不红红火火，团团圆圆，多好啊！对，拍照了，拍照了是吧？我们每个工作人员，每个演员，太好了，都舍不得走。我还没杀青的时候，我还就是没什么感觉，其实。但是他们一走，就自己拍的时候，其实非常想念。开心的，大家在一块儿的工作环境，山高水长，江湖我们再见。